信用保障必然所制定的能严禁依赖，像规定税，定要有人应收的亲上信用卡。如今关于有人机为何，请你离开有人机。时间情感错别停，地手上弦问既然，忽然困守夜千路，一双龙纹不丢穿。龙纹手交出秀发鸟，哼着黑色信用卡，哈哈哈哈哈！刺激刺激，有龙纹手用手打上信用卡。对上必然是吉天贵，还有何种款帅？青龙子将铁武林，真正容易又是为何？天子令说探查李鸿春，竟有这样杀手，这鸟无言，与武神之间有何关联？剧情愈来愈高调，欲知精彩如何，请勿错过我们的播的戏《铁力疾风》第十九章《武神之谜》。